我上我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三十人啊！感谢你支持啊！高雄客，这只鸡我卖三百，感谢你为高雄客三十块卖，谢谢，感谢阿姊的支持，谢谢。安尼啦，我感觉安尼就过得啦。有当时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感觉，一个温度安尼尔。啊，最主要我阿姊也开始买三二啊。全部人家讲人要食鱼啊，无螃蟹讲人要食。这叫刷旗啊！这千万你唔好讲，这爱参加，要参加的人家，你都唔好买，这免参加，这绝对快速兼做炒菜，规只拢会当食哦。你唔好参加哦。哦，季节做兼做，规只拢会当食。这啊，外口啊，像迄个煎蛋迄个，迄拢算另外，莫讲到位餐厅去啊。来，你要食啊，一句话就好，来沙发，我互你欢喜食。来沙发上面食刷旗啊！来，沙发上面食旗啊，沙发讲哦，这螃蟹啊，沙发上面食。这旗啊，季节做兼做炒沙丁啦。辣椒拢会当啊，沙巴上面食，沙巴怎样？沙巴够人要食哦。我会当阁招一个人加客钱无？我无一个人加客钱，我是免人花的落。沙巴阁一个人加食螃蟹好无？其实我也卖300块啊，好无？阿公，你红烧牛腩帮我摆摆好无？沙巴够要食无？沙巴够要食无？金融沙士锅六七八九十啊！啊，这等下卖阁介绍啊！你今日我买物件手下个，有买物件，你无买物件，你莫举手哦，你要有消费哦，你没有消费，我上我你无法度啦。手下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，我来讲啊吼，因为讲真嘞，我花300块这嘛老主顾啦。啊，卖一个吼，我讲真嘞，我只全部搁倒来，搁炸到阮家己的仓库。我讲真正，安尼是真辛苦啦，一路安尼是真辛苦啦。啊，我感觉卖啊啦。既然恁若遮济人拢有消费，有甲咱捧场，即生我怎啊诱导大家人加减倒去食啦？遮拢互恁啦。遮个餐厅食食到煞，上届无600-700块啊。我先讲吼，来，收掉，一只叫拢加也袂少个。今仔日我著招十个人家，至少大家欢喜。啊，今仔日我希望恁继续卖搞会记哩啦。我真正唔是安尼卖啦，这一份斋餐只食个700-800，我卖300嘛，光光倒倒嘛，无乌白母啦哈。来，一边五个人家，一半你加上个新客新赢，今仔日就好啊。200块落来，200块落来，200落，今仔日了，来200落啊，来200块花生啊，200落啊，螃蟹200块落，唔免300-500，200落啊，来200块啥物事啊，鱼啊200块落，200块落啊，200块落。那卖一个两个不如卖卖啊！真正，我甘愿牺牲予恁有客钱的人加食，再搁送礼物啊！再搁送礼物啊！食起来了吼，感谢恁啊！来，客客同名，客客同名，冇紧啊！今仔恁来小弟也嘛足欢喜的啊！来，再搁恁啊！来，客客同名，来200搁一个人加加钱，200块，200块一个人加客钱好无？200上面加200块，200搁有要下来无？搁两个啊！真正卖搞起介绍，拜托你真正卖搞起介绍，这咱今仔无要趁钱，咱别人爱趁钱，今仔是天气无好，啊无不可能安尼卖恁咯。来200个，我一个啦，你免阁看落啊，恁遐才才三斤尔啊。来啊，落看看咧啊，来啊，啊无卖啊啦，卖恁讲啊，卖恁讲。哦，嘿啊，小弟也嘛是爱食饭个，好，歹势啊。来啊，互恁啊。来，200。最后两个人加上要吃，真正无啊！你买买，我真正唔好你买200啦，真个啦，这对你买200，你吃饱啊！最后两个上要吃200块落啊！好啦，好，我知影，来，果冻摕个，最后一个200好无？没有咯。这两个季节做兼做落啊，炒三只辣椒落啊，200够有要下无？讲啥物？200最后搁招一个好无？这一定要追，这盘就搁吹落啊！第一个买啥嘛？这200够哩。第二个，来者。哎呀，炸炸卖给一箱点货，你咩啊？鸡狗，正点啊，炸我了一箱炸蛋也卖货。鸡狗，是讲你要食螃蟹，你讲你唔爱食。哎呀，这你啊，嘿嘿，我叫人来处理了啊，来阿公，你去啊整理一下，箱啊拢烂呀，你去啊整理。红麻上面一个，免1800，这8000个板刀板8000一盒了。这红麻，你啊都是看这哦。这红麻几粒的，大粒的哦。一粒卖好，你开先开800，先开先赢350了，350红包，最后剩这粒上面来350，这板头里有红包，350了啊！阿公甲整理一下哦，
拢有啊吼，啊，所以你帮我收着。哎、欸，恁果冻有摕钱的啥？啊，谢谢。啊，这你讲果冻敢有摕钱？这20块。你几包？他说你要2包帮我摕回去。免啦免啦，那一个用起来免啦，送伊啊。你几个数？你几个？这拢什么？伊啊，2包啊。这拢送伊啊无？冇紧啦，冇紧啦，你个用来到遮，家己穿啊少的，感谢你的支持。来，这100块，你100块。感谢你，谢谢啊，这个支持啊吼，感谢真正我也来感谢。我先来请教你，要食鱼啊，老表我去取药呀。生活啊，今日无要化生活。刚好要食啥物现捞啊，老表我取药，你挂。来啥物？来珍珠石斑，珍珠石斑请来。珍珠石斑人坐咩？哎，帅哥，你甲倒三公就甲摕者，摕者落啊，摕者落，嘿来。珍珠石斑要食300落啊，啊所以较平价起来。300，人要食珍珠斑冇？来300只啊。300，人要食无？珍珠石斑。这一尾餐厅退起来，鱼仔我两尾就500，300了，我三只你好无？四只好无？300，上尾只珍珠斑啊，300够买来无？七尾够你啊，5尾啊，300够一个人家啊，够一个人家买珍珠石斑，唔免坐啊。来只两个呀。来啊，一尾卖60块咯。300够买只珍珠斑的无？一尾300，2尾300，3尾300，4尾给你啊，5尾啦，5尾啦，300，给侬吃。最后一个鱼啊，是上面是珍珠斑啊。你摕一个台啊，两百多，摕300落去，我无要做歹做难过，这先帮你后壁麻烦者，边仔落去。最后这四尾鱼啊，是上面也无啊。你摕到出这百外油啊，甜的。240块要吃无？鱼啊，四个要吃无？150落啦，150落啦，第一礼拜吃嘛。是啊。150。你第一礼拜啊？你第一个买的吗？哦。你第一个买的才有哈，好安尼好嘛，这些是毛毛掉，然后给套丢我先。来，帅哥，我们吃啥好放的哈？来，上面吃套丢500了啊，套丢要吃500，一尾500，2尾500，3尾500，一尾搁送你4尾新客钱来，一尾搞你5尾来500了，500够要吃套丢不？500够要吃不？昨天我来讲嘛，加一尾搁送你，一尾袂你紧讲啊你。来套丢上面只，趁钱啊紧啊！我讲真嘞，啊无我无可能安尼卖啊，我拢卖500、500固定的啊。来500，搁一个上面啊，4尾啊，5尾啊，7尾够你啊。来500，搁上面只套丢，500够要食套餐无？500搁一个人可以处理啊，500了啦。大家，个人要买几啊个？我见啊，你买几啊个嘛？我见啊，无人我卖卖了啊。我拢卖5只、500，加加一只几啊个，人要食套丢无？250够要食几啊个？大家。最后一个鱼也我无啊！来只啊！收钱啊！你六十无，我老子要上大尾料理啊！哟，可以啊！老子要上粗料理啊！今仔日大只就真只上粗的啊！就这种。哎呀！蛤蟆好啊！你是住在这里啊？只爱食蛤蟆？你住在哪里？你蛤蟆是要煮汤啊？要用炒的？你先跟我讲要怎煮啊？你也讲一个方法出来，你也拢会使是啥物？啊？啊！你几个人？厝口有足侪人，你食？六个人啊？我计过，六条送伊了啊！免钱啊！送伊了啊！六个人免钱，六个做啥物实实在在就是安尼啊！我今日六条送伊，啊！你讲六个就六个啊！你若讲六十个，我嘛是送你60个。你若讲六个啊，讲出来就是送六个。在手捞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吧？来啊！靠呀，这包底下虾子真气死人啊！来，要食飞机外的人家一个人家总包啊，300、500，要拿一个来，要总包100了啊，100块。我哩啊，100块啊，实在。好来啊，我来收啊，下阵再卖啊，好无？这收收起来，这炸炸当来啊，这麻呀，这混啊，天嘛，意大利面起来啊，蛤蟆袂啷个有？哎，你甲顶块迄几包退冰的起来，下底只我再卖卖。哎，我讲真嘞，今仔人少风少，我都卖偌济送偌济。你敢有要食白大无？300了，白大啥物食？300块了，想我搁加一斤呢。300啥物食白大鱼的？对啦。来，阿公，你想法甲寄过，伊要载啊，300，人要食白带无？
三百块，后尾就白带鱼。伊这白带当用煎的吼，足足香的，三百了。三百块后尾吃白带。三百后尾吃白带鱼无？那有可能迄白带来恁台南逐礼拜拢抢了了，那有可能恁无爱吃？还是今仔伤寒，我的老客户拢无来。三百块后尾吃白带。阿伯，我甲卖卖哦。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我讲真正，我感觉恁这个人家若招十二个人家来，我这单开三百，你有过分无？我要招十二个人家，你三百，我今日互恁欢欢喜，一票花了，互恁休困啦，三百钱啦，三百，我要钱啊，三百钱啊，十二个啦。我就招十二个，恁送一个啊，十二个钱搞收收啦。我恁欢喜者，无够欢喜，我退你钱啊，三百钱来啊。怎个钱？三百块。三个啊。我就要十二个就对了，十二个客人，钱来啊。阿叔几个？阿家龙。姐，你阿个左边个姐。三百。五个。三百块啊！阿叔之前我无去。送较好个，卖要送较俗个啊，送较贵个，无个。无个。几个？五个啊！无够啦，钱来啊！三百，我袂甲你骗钱啊！三百块，有人要吃无？我都袂甲你骗，我真正要你欢喜。我来这边袂，我都要小事啊，我嘛无要看。吼、哦，今仔阮轻松就好啊。这个龟头我含起来五百。